其实当时初创的时候呢，想法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单纯的，就是想改善一下生活而已。当然背后呢还是有一份不安分的心和对自己那份自信的执着。这些年过来发展一直还比较顺利，从最初的加工小作坊发展到现在已具规模的制造型企业。随着团队的不断壮大，客户的不断增加，我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从我自己最初的创业小梦想变成了一份神圣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感促使我们要把产品做精做深，把RUIXUE的品牌做大做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从中国的舞台迈向世界的大舞台。我从小就喜欢和机器打交道，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心里就特舒坦。我喜欢用机器做出各种东西，朋友看到后都很喜欢，我心里很开心。后来有人告诉我，就是很有成就感的意思。现在我在RUIXUE工作，当看到我精心制造的零部件安装在设备上，听到客户说我们的设备运转得很好，我就特有那个对成就感。我想呢，我就是那个专业制造麻烦的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直接面对的是各种严苛的气候。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咱们制造的设备能够经受住大自然的考验。我每天就是和他们较劲，只要有一次达不到标准，我就不能放他们出去。我呢，从事制冷行业近30年，从电焊开始到钣金制焊，几乎经历了制冷制造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我后来到西安交大进修制冷专业，从 CAD 制谱厂开始了我和产品研发的渊源。进入RUIXUE后，我与同事们合作完成了多个型号制冷设备的设计、研发、改进工作。在这里我很幸运，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找到了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积极与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各种销售和售后的问题，给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是我的责任。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有时候小聪明可以换来小生意，但企业长远的发展却必须靠企业的诚信和企业经营者的人格魅力。娄总经常说，在企业初创时，RUIXUE就把诚信经营作为公司的灵魂。有一个客户曾说，RUIXUE的产品质量好，但人品比产品更好。现在的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销售基础，我们的销售团队团结一致，将继续谱写RUIXUE的新篇章。坚持梦想，厚德载物。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去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这既是梦想，也是责任。秉承此理念，1998年，娄洪文女士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创立了浙江RUIXUE制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最早以加工制冷附属配件为主，2001年起正式生产制冷设备，产品用于农业、工业、医药、军工、航天航空等领域。RUIXUE制冷拥有超过16年的生产经验，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台每套制冷设备。随着产业升级，新品迭代不断加速，
RUIXUE 制冷将由加工型企业逐步转向提供客户综合解决方案的创造型企业。经过多年的研发改进，RUIXUE 制冷的产品有电水溶双冷风机、双侧出风冷风机、 L 型箱式冷凝器、 U 型箱式冷凝器、微型上下一体机、微型左右一体机、斜出风箱式机、壁挂式机组、小型开放式机组、冷库用整体机、活塞并联机组、螺杆并联机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先后在沈阳、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北京等地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凭借专业的技术能力、良好的客户口碑等，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RUIXUE品牌也进入了中国制冷业的先进行列，先后获得多项技术专利，多项产品获得农业机械推广证书、 CQM 质量体系认证、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中国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最受市场欢迎品牌、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冷风机品牌等荣誉称号。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农产品冷链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各行业对制冷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制冷行业前景十分看好。随着国家政策对制造业的支持，制冷产业的不断扩大，客户需求的不断增加，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RUIXUE制冷于2016年投资近亿元新建厂区，投产新项目。新厂区位于浙江省嵊州市，交通便捷，风景秀丽。公司总占地60亩，此次投产为一期项目，占地20亩，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其中主厂房面积11000多平方米，项目投资总额超过8000万元，其中新的生产检测设备投入近1000万元。在这个新的发展平台，公司产能将大大提升，产品质量也有了更好保证。RUIXUE研发中心已投入使用，公司集结了一支有多年制冷产品研发经验的高端人才。RUIXUE制冷将逐步转向以研发、生产中高端制冷设备的综合性生产企业，以更节能、高效的产品为市场，为客户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发展靠人才支撑，业绩靠人才创造。RUIXUE制冷始终把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视作企业突破的基础。近年来，公司引进了多位制冷专业的硕士、本科生以及制冷行业的专业销售、管理人才，为企业由加工制造向研发生产到制冷一条龙客户解决方案奠定了人才基础。2014年，RUIXUE制冷上海进出口分公司挂牌成立。公司借助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公司先后参加了德国、美国、土耳其、泰国、越南等地的制冷专业展会。RUIXUE品牌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
公司的业务也从单纯的内销逐步打开了美国、澳大利亚、德国、阿联酋等国际市场。2016年10月，公司与欧洲老牌知名电机企业签订了代理合作协议，成为这个欧洲品牌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实现了从制造型企业向多元化企业的发展。2006年，瑞雪公司与福建食用菌出口龙头企业强强联手，创办浙江瑞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项目不仅是一个绿色农业工业化生产的示范性项目，更展示了瑞雪制冷技术在绿色农业工业化生产上的强大实力。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幸福，是瑞雪的经营理念，也是瑞雪的企业文化精神。楼洪文董事长一直倡导扁平化管理模式，瑞雪企业有着独特的圆桌式工作午餐交流方式，在轻松愉悦的午餐氛围中交流了各部门间的情况，解决了多部门协调的问题，融洽了各部门之间工作关系，提高了瑞雪企业各项管理工作的效能。诚信是瑞雪人事业成功的法宝，慈善是瑞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楼洪文董事长关心员工生活，重视员工队伍素质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对待员工，他一贯是工作上要严，生活中要爱。在他的努力下，瑞雪企业每年都要给员工进行培训和劳动竞赛，给优胜者以荣誉，从而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努力拼搏的精神。员工有困难，他总是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员工家属生病，他比员工还急，急着找医院、找医生。对于生活有困难的，楼总积极指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让每个员工在瑞雪找到归属感。瑞雪的将来，我们需要强身健体，不断完善和规范内部运作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性价比，让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还要内外兼修，不断拓展市场和提升客户服务，努力让客户满意放心。全体瑞雪人将脚踏实地，革旧创新，不断开创瑞雪制冷产品的新境界，与客户携手共创辉煌灿烂的明天。Hello, I am a large distributor of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in Europe. We are specialized in supply cold chain and several components, and we are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Russia from 2014.Mainly because they are making their products from their heart. We are hoping that our relationship lasts longer. 这是一群创造奇迹的现代能工巧匠，是他们让
让中国制造出现在世界的舞台。撸起袖子加油干，产品升级，价值创造，与诸位同仁一路同行，共同发展，面向明天，建设绿色中国。瑞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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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美丽，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为我们的努力，生活变得更美好。因爱而行，匠心制造。